够放电放成这样子。还是今天斗六的小朋友们有什么工作必须要做？哇，这一次三不管地带的安打再次出现了。五多还是成功的投球，挤压到了左打者。皮球出棒在右半边，打穿了一垒手拿模样的防线。一垒上的潘杰凯现在要来到了三垒的位置。这个传球不及格。林子豪也来到了二垒。这个传球完全不及格啊、哦！高孝仪想要直接送三垒，但是他传了一个仰角太高的传球，让中间的内野手没有办法去做假动作来卡斗。那一垒指跟打者这一边看到这球的仰角高了起来之后，马上扣垒，这不是一个好的传球。打得很扎实，这也是林子豪、哦、这位增肥20公斤的打者回到了中职的第一支安打，都说他增肥20公斤，他说没有这么多了，而且他也不是增肥，是壮。回到场上，陈冲鼎现在来补刀了，第四分回来不成问题。那天哥现在手背上又出现了一点瑕疵，哎，虽然没回来，比较保守的跑垒，但是这个失误还是掉了一个垒包。冲鼎可能在看说，哎，那你刚才跑这么快，怎么突然停下来？因为这球是打在郭天信的前面啊，那三垒指是顾虑到郭天信的传球背力，这个变化球其实掌握的非常好的是哦，稍微有停住、哦，这边的处理啊，弹跳的掌握不好、啊，想要做下一拍啊，但球并没有确实的接牢，很早就挡了、哦，就是估计，哎呦这一棒。还没有讲完，跑到了红中，第五分回来是不成问题。那现在狮队在跑垒上比较保守一点，所以都是针对五夺的第一颗球来做进攻，那结果都是好的，5-2。设定的是高度而不是球种，你看崇廷跟戴安的击球都是打变化球，等于他们在设定的是好球带上面的位置，这球变化球投在高的地方啊。牛奶他大概30秒之前才讲而已啊，如果大家可以往回